有个女队员，腿很笨，笨得出奇啊，她这么跨跨不出去啊。后来想个办法，把她光脚啊，把鞋子脱掉，光脚以后她没有支撑点了，没有支撑点她是撑不住的，撑不住她就只能像老太太一样，是这样走啊，就这样教她打啊，发慢一点给她啊，发个20个，她光着脚，她怕摔跤嘛啊，就这样做，完了以后20个做个3组。完了，给他穿上一只鞋，左手的穿左面的鞋，右手穿右面的鞋，穿上以后，哎，他就跑起来了。这个会有支撑点嘛？啊，当然这个脚是没有，他支撑点也欠一点啊。但是呢，比那个要快多了，也一样。你少做一点，做他个20个，乘个3组，最后把2只鞋都穿上，奇迹出现了。那个笨的脚会飞的，他呼啦哗啦呼啦哗啦哗啦。不像你们去。抖音。